你没事就好，外面现在不安全，你先在我这儿躲一躲吧。没时间了，神婆临死之前说她家里有证据，我得赶紧去一趟。哎，是我们。我们一起去。等一等。 看着像本地人了，走吧。嗯。神婆临死之前说让我过来找一本日记，那他有时候放在哪儿吗？没有。那我们找找看吧。嗯。我找到了。 黄祸指未婚少女，白祸指已婚妇女，一张皮子指一个女人。这是买卖人口的黑话，神婆肯定调查过了。不管是谁发现了这本日记，请你一定帮我把真相说出去。这一切都要从20年前说起。那个时候，我和弟妹阿秋。 看到了沈家招工的告示，来到了绣花鞋作坊，把他们扛上车，快快快！哎，今晚必须卖掉。是，去吧。很快我就发现，沈北辰是个人贩子。我们都被骗了。我把真相告诉了所有人。阿秋，我们快走吧，走吧！如果我们再不走的话，就会被卖掉的。走吧，阿秋，我们快走吧！站住！我们刚出门就被发现了。阿秋为了救我，给我抓起来，挡住了他们。我带着孩子逃了出来，沈北辰为了掩盖人口买卖的秘密，把剩下的姑娘都给烧死了。 5年前，我以神婆的身份回到了平和镇，迅速取得了当地人的信任。我逐渐查明了沈家人口买卖的真相。沈北辰是主谋，沈烈帮他打理账目。知道了。沈月阳负责联系买家，李丽负责看管女人。这5年来，经过暗中调查，我查清楚了他们是如何进行人口买卖。但可惜的是。 出门没看黄历，真他妈晦气！都是女人。起！证人勿进，仙人回归，三魂七魄。 急急如律令！这就是后山密林的赶尸传说。据说每逢中元节前后，赶尸人尤其多。你们可千万别去那地下。后山哪里？这我哪知道啊！ 那里应该就是沈家贩卖人口的具体位置了。为了掩人耳目，不让百姓靠近，才编造了赶尸的谣言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还想继续查下去？查呀。
当然要查了，一查到底，把沈家的罪行公之于众。你不怕死啊？不怕。更何况，还有你这样的好兄弟，不是吗？沈家有钱有势，我也不敢得罪沈家的大小姐。兄弟，别怪我不讲义气了。